来过来。老鱼啊，你过来一下，叫爸爸，叫爸爸带你去捞。你说我们这下面发现两条罗非，一公一母带了一群的小罗非，你说。OK，你怎么知道有？没有，他是奥特曼的。谁买的？谁买奥特曼的？阿婆买的，说嘞，你行就想去捞鱼。你也想？又来又跳回去。来一个，来多少？又来又来。 哦，回龙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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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龙
啊，来一米。那我不要笑了，你没笑嘞。没。龙螺那是，看见没？萝卜，萝卜，萝卜，你呀要萝卜。OK 的。它都回老家了。然后你们动了吗？哦，那葡萄吧。还是那个这个。等着。走吧。两份来的。姐姐。那你回去算好那个啥哦，我们就一起全部排好完，买好。我们就分工合作了，我们要去救救那里。他爸爸回去吗？不可能。那你不回家了？你跟爸先回去啊，好吧？那你省在这里、啊。你跟不跟爸爸回去？嗯、一天就想着下面那个鱼。干嘛打爸爸嘟嘟？给爸爸回去了，我们啊，我们要去救公家了。我们也出去了，妹妹的想去。公家。对啊，那你们去救公家吧。妈妈带你去救公家啊！嗯嗯，我们去请请这公去洗脚。爸爸，你慢慢点啊！赶紧过来，你说。你都说帮啊！我慢点哦，你儿子说慢点哦。要回到家了，回到家了。我两只鸡回来啊，等拿去发。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这种说法哦？嗯，这个还要拿回来了。里面还有货是吗？有啊，啥都有一点呢。哎呦，那个红包啊！哎，我看都看那个红包是吧？包啊，哦，重点就可以了。这个东西重啊，衣服啊，要这个懂也可以哦。零菜啊，脚啊，没问题啊。挑着去，挑着回。早知道我买那个那种竹子的了啊。来了哇，今天继续打造一下我的这个户外的小直播间。这个买了一点花回来，嗯，哦哟，可以哦呢，看一下这里还有好货哦，噔噔噔噔，真的就没有了，搞个假的上去，还有这几个，哎呦，我这几个很帅的哦，这个。迎，欢迎光临，快上去先啊！怎么样？我这个创意可以吗？嗯，
看不出。哎呦，这个有点像真的哦，这个。刚才我以为是这个是大蒜城的嘞。这这这个。那那你看这其实。哎，这个辣椒，辣椒真的有点像哎。觉得。桃子。都想咬的吧？哎，那个姜都有，哎呦。辣椒公的。哎，这个这个必须要找到死死针啊，要插到。最难吃的，来。都红喽。呀呀呀！红喽，是吗？有给姐姐不？我这个创意怎么样？准备完工。姐姐，好不好看？好看吗？哇！花来了。那西瓜不累的，拿出来用了。按给我啊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嗯 ，OK 了，这个就看还有什么缺少的，咱们再补一点啊。这个一下子想不出那么多的，大脑是空白的。又添加新的总动员，等一下。嗯，来，又到新家了，走吧，走吧，出来啊！有还是蛮多鸡的哦。啊，这个还有回礼的啊，咱们我都不知道哦。这个，这个逮捞干过去又逮捞干回来呵呵，也是一个仪式应该啊，对吧？行了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，咱们下一期再见了啊，拜拜了。